哎哟，啊！这诈骗集团够新的波呢，诶、欸，我想说咧，吼，诶，这即满要做诈骗集团，我呢最有创意诶呢，因为迄波的古数吼，啊旧的这嘛诶古诶在波数吼，即满有网络吼，因为使呢波数哦，逐个肯传，逐个拢袂去互骗去吼，伊都一定要想新诶呢，想讲以前旧诶骗人袂着变呐换新诶波骗人会对啊呢，吼、哦，我就想起今仔日咧要讲个圣经个话啦，讲这个歹人吼。 迄个真正即个无知识个人吼，因诶人生就是咧追求啥物叫做趣味咧，想出新诶步数讲海，伊讲安尼感觉趣味咧，哦，想出新诶步数讲偏，哦，想出新诶教讲海，伊就你讲这是足有挑战诶代志啦，这是足悲哀诶哦，啊，圣经讲真正智慧诶人，伊诶头脑未去用伫遮哦，真正一个聪明诶人，一个王福诶人。 伊是咧追求啥物？伊是用智慧做伊个快乐。啥物叫做智慧？就是伊是用我对人生的体验，迄、那个做我真正的一个趣味。啊，做人就是咧追求趣味啊，啊无做人咧追求啥？啊，做人就是个快乐啊。你做一个人无快乐，你无感觉真痛苦吗？啊，免啊找快乐，即马重点伫遮。咱过去咧找快乐，就是对我遮啦。 对我大啦，对我用啦，哦，对这艺术啦，对音乐啦，来找快乐嘛吼、哦。时代行到今仔日的顺，所有这快乐的物件已经叫古早人拢算了去啊。你了解无？哦，我话到啦，艺术啦，各种的这个美术的这个时代吼，已经差不多你若对这个美术的历史来看，你对建筑的历史来看，差不多会当算的步吼。哦 拢互相算到要了去啊！你知哦？所以变做现代人即么一个悲哀啦。啊，当会算起来些，拢让恁遮古早人生了去啊！我即么个算嘛是拢算恁旧诶，算过，安尼变哪有意思？哦，所以呢，即卖人呢就想讲，安、啊、尼我都要想一寡其他诶方式来揣快乐哦。所以即現么现代人有当时啊、那個，会揣一寡迄落做歹代志哦，伊感觉快乐呢。哦，比如讲，比如讲，以前吼、哦。 你真少听到讲，人咧拍铁诶时阵吼，啊，着安尼男男女女招招咧吼，啊，然后呢，搁啥物，诶，用一寡毒品啦，啊，来租一个总统诶套房啦，啊伫遐咧放音乐跳舞，啊，查某囝仔衫穿足少迄种，即落伫古早时阵较无听到，阮迄个时代抑过吼，男女授受不亲诶，迄查甫查某牵一个少年就面红讲讲啊个，搁啥物咧叫查某囝仔衫穿甲足少吼。 这唔是自古以来就安尼，唔是哦，唔是安尼，这是到这几十年来，全世界社会风气才开始咧变化。哦，你若以前像老三这类会，还是像咱观众朋友吼、哦，咱足侪人，咱细男生，去早起那军吼，去那超过卡戴夫尔，傲不得了。去教官了，喺咧点人讲啊，军穿在第上面住啊，哦，所以咱看到上面叫做正式嘅服装。 正式服装就是裙，爱拖到骹底去，迄只叫做正式嘅服装。迄小可较悬一点仔吼，咱两感觉讲你安尼吼，足无正式嘅吼，生活体统。吼、哦。我是记我细汉时阵听听听，大人咧骂咧骂咧，查囡仔讲你穿安尼，穿安尼生活体统啊，穿到安尼吼。啊，其实即卖人想讲，迄哪有安怎啦？迄裙小可较短咧吼，哦，许多人挡袂牢啊。你看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时代离咱几嘛？几十年咧。 这几十年来，早几年变化，你甲想看麦？这卖清穿什么款？这就是时代速度一个改变嘛。所以你讲以前个年代，三四十年前，个街公啊，男男女女去啊，啊，大家跳舞安尼哦，啊，音乐放哈大些来跳舞，这都已经是不得了啊啦。迄对长辈来讲哦、啊，已经得要廿狂啊啦。哇、啊，你这咧创啥？啊，听音乐都要听这个黄梅调啊，哦。 听音乐，拄爱听即个古典的啦，听即这个贝多芬啦，啊，恁听下这個音乐，讲来放个遮大声，吼，啊，过去一个贝斯在咧嘣嘣嘣嘣嘣嘣，吼。迄啦，甲咱、哦啊、阿公阿嬷迄个时代，伊都挡袂牢啊嘛，所以迄种诶时代，真少人是用咱即马所看着诶方式，吼、哦，咧感觉即叫做趣味，叫做快乐，吼、哦，因为感觉即叫做想超过。 你若讲阿嬷嘅时代，你叫阿嬷穿较窄少吼，我毋是讲即卖穿窄少啦，我是讲阿嬷若伊少年的时阵，你叫伊穿窄少。伊讲，安尼我叫做水吼，我甲你讲，伊完全无感觉，可叫做水。伊会感觉讲，足歹势咱若穿安尼啦。时代在改变，吼。所以时代改变的时阵，你看了讲，即卖即个时代人，因为因要追求新嘅物件，所以到即卖即个时代，伊会用足大量诶刺激。 在找快乐，著、就是以前人毋敢做诶代志，依今嘛拢敢做，哦，因为找这种刺激。最后，人古仔人讲我甲己都无熟悉。那有可能啊？开房间当当咧笑死人啊！迄、那个开房间是咧讲男女咧谈恋爱，父母咧反对，家己走出咧开房间诶，即满是无熟悉，无要紧，哦。啊古，古仔就讲是见着面，啊，男女有意思，哇，你啊，你相水，我言道安尼。 啊，两个人看了个对眼安尼，啊，两个人走去开房间吼，啊，即帮毋是呢，即帮根本都无看着人，敢若伫网络都开始咧约啊，哦，啊约就讲今仔日要去对，要去对，啊，两个人完全无实在，都有通约出来啊，所以你看吼、哦，时代作大一个改变，啊，咱人咧找啥物咧找快乐，所以圣经甲咱提醒哦，圣经讲，咱一个信上第一人，你咧找快乐，毋、嗯、是咧用即种咱。 身体上诶晃动，都当做一种快乐，迄个毋是真正诶趣味啦。真正诶趣味是啥物？真正诶趣味是你心灵诶生长，你诶智慧有在生长，迄个才是真正诶快乐。所以今仔日今日讲诶真感，你讲真正诶趣味，是使咱诶人生有得到新诶体验，以前想无，即马想有。 哦，这是人生足大的一个快乐，哦，所以唔通像足侪牛莽的人，伊是用咧讲创钱咧做快乐，迄、那个物件咱叫做足幼稚啦。啥物叫做创钱？哦，比如讲我即卖要坐，啊，个家讲我即卖要坐咧，后壁咧怎啊汹涌，伊啊提走，互我坐无怎啊坐咧涂骹啊，逐个伫遐咧笑安尼，伊讲安尼叫做真趣味啦。圣经讲，像即款的代志叫做无聊。 像即种诶代志，伊会感觉趣味诶人，伊会感觉安尼足好笑诶。像容这种诶人就是足愚昧诶人啦，愚蠢啦。哦，因为人诶趣味真正诶趣味是甲智慧有关系。啊，我爱阁一摆强调，智慧甲智商是无共款。咱即一定要一直咧强调，因为咱一般人、哦這个人诶想法，讲即个人足有智慧，代表伊足巧诶，数学真好，哦，成绩真好，分数真悬。 读足好个学校，迄叫做有智慧。毋是，迄足者阿公阿嬷无读册，但是人伊有智慧。哦，伊并毋是讲头脑咧偌好，但是伊会晓替人想，迄是智慧。伊个人生个经验，迄、這个叫做智慧。伊过去所看到个，比较伊会知影讲啥物代志会当做，啥物代志袂当做，这叫做智慧。所以当咱人慢慢地成长。 你对生活中越来越会当体会到，什么叫做对，什么叫做唔对，什么代志会当做，什么代志未当做，唔是人甲你教，是你家己去体验出来，安尼，迄个叫做智慧。所以圣经讲，智慧本身就是一种趣味，因为咱人活咧世间肉体是足低贱，啊，肉体是越来越未堪这刺激。 所以你若较少年诶时阵，食较咸、食较重咸、食较济，拢无差。哦，你会感觉迄是一种趣味。但是随着年纪大了，你慢慢你会体会，食物件已经毋是一种趣味啊。哦，你若讲像较老三個、即六年纪吼，咱腹肚梆梆，咱家己知影，食物件是一种负担啦，毋是一种趣味啊啦。哦，啊，即满人要甲咱招即落白肥吼、包肥吼，不然招要去食诶时，阵咱会惊咧。 因为刚刚看到饱，你知无？因为你知影，讲，我食遮济一味，我若少年的时阵，出去外面拍一个球，走一个，无用一个，连伊都消化了去啊吼，即方毋是。哦，即么所以我来讲，身体上诶，这种诶刺激，你要看，你要食，你要听，你要算，即种物件，对少年囡仔来讲是享受，到一个年纪的时阵，迄拢是负担啦。 你讲少年时啊，哦，较早你也讲，哇，那么说，我邀请你来美国讲台湾呢，吼，偌型咧呢？哦，迄阵哦，足多人在公司上班，讲公司派你去国外，逐家嘛少想咩去啊？毋捌去过国外，毋捌出国啊？哦，所以讲出差，公司甲你出钱，搁互你食，互你,你住，咱拢免钱。我虽然是去出差做公司诶代志，但是我至少我去啊。哦，我若去欧洲出差诶时阵。 我至少我嘛咧巴黎铁塔翕一个相咧，哦，啊，等于是免钱去遐小看一个安尼，啊，规讲啊，倒来嘛欢喜啊，逐个小聚要去啊？你若够一个会啊？你莫讲别人啦，你敢若讲我老婶即个年纪啊啦，敢若人个咧甲你只要讲啊来，我只讲到吼，敢若听老讲要结婚去坐十几点钟，惊掉，哎，连讲迄阵人讲，人啊，要请讲啊，你别来巴西，无讲毋办诶。 啊你！你来不？你来巴西啦！拜托你来讲台，我就好啊！我啊答应了后，我一日飞机票，我毋知啦。我即第二礼拜咧，我想讲啊，即我看地图都巴西，到阮大所才卡累到啊咧。飞机票，今日我咧我惨啊！我哪、哦、要知？伊若先甲我讲哦，你对遐飞来阮巴西大概飞十几点钟的时阵哦，我昨天甲讲安尼可能哦，以后再去讲啦。哦，我可能讲我今年无时间啊啦，我我我会改拒绝了，你知影。 因为你甲一個日回的时阵，你想要坐飞机坐十几点钟诶时阵，迄个古早少年诶感觉完全无感款。迄少年毋捌咧坐飞机诶时阵哦，感觉坐飞机足刺激诶。你知哦。坐飞机顶食泡面，感觉人生上大诶享受啦。即嘛哦，甲一日回哦，你飞机要坐十几点钟哦，佮互你食鲍鱼、食龙虾，你嘛是叫毋敢哦，所以我用即个比如咧甲逐家讲。 虾物叫做人生的趣味甲快乐？人生的趣味甲快乐，毋是对咱的身体的享受，毋是对咱的身体的刺激来。的。因为即种物件随着咱的年纪愈来愈侪了，后，即种刺激咱变做袂堪一啦。所以你若人生的趣味是咧追求迄你食愈老煞愈无趣味啦。但是圣经讲，虾物是真正嘅趣味？ 智慧的成长，你若将你的焦点放伫喺我心灵，哦，我的心智慧的成长的时阵，尼你食愈多，看愈多，啊，你是愈趣味。所以即个是差别，哦，所以做人爱知影讲，迄个趣味的点是重要。聊分这里、個、好，等下了后咱继续。 环境回来《老三 A》节目。做人有趣味无？趣味，但迄个趣味唔是继续要吃物件，因为吃诶物件有限啦。迄个还当高血压、糖尿病，迄个佫把你拉落去，还要叫你吃，你也唔敢吃。佮食免钱你也唔敢吃，你知影？佮这个听多了。所以人生的趣味唔是伫咱的物质的享受，嘛唔是伫咧讲创低，咧嗨。 哦，啊，做一寡无好嘅代志，看着人互你骗，啊，你会足快乐，哦、喔，这是足邪恶嘅，你知无？所以圣经甲咱讲咧吼，真正诶趣味是你诶智慧有在增长。啊，咱食较老，啊，智慧佫会增长，咱卖老年痴呆又好啊，佫会增长。诶、欸，咱科学家讲，咱诶智慧分做两种，哦、喔，一种智慧哦，一种咱诶头脑诶物件哦，咱过去诶记忆吼。 迄落物件是过了后会无去嘅，迄、哦、是会无去嘅。但是有种智慧，种智慧呢，因讲叫做吼结晶嘅啦，结晶的哦，结晶嘅智慧就是讲，这是咱生活嘅体验。即、這个生活嘅体验呢，毋是跟仔伫咱嚟脑迄个是对咱嚟脑足奇妙，上帝做人正奇妙呢。即嘛可爱一无法度完全了解哦。闹嘅知识变啊到咱嘅心内。 互咱心会感动，即、这个哦，即、这个事情，医学无法度通研究诶。啊，咱、这、咧、个、信仰圣经讲，即叫做灵魂呐、啊。上帝互咱有灵魂呐、啊，所以看未着诶灵魂吼，伊有一种作用，伊会将你目睭看着诶，伊会将你诶耳康所听诶，伊会将你头脑所想诶物件吼，即、这个灵魂接收到了，有一种物件叫做感动，啊，而动物无。 动物甲你做伙听音乐，听一听咧，伊袂老百姓讲我足感动的吼，伊袂咧。啊，伊袂要甲你分享讲，哎、欸，你看咧哦，你有啥物感觉？你讲给我听，好不？感觉，迄、那个感觉唔是讲烧啦、冷啦，身体的感觉吼，是你个心诶感觉。所以咱看一个物件咧，讲我足感动诶啦，迄、那个感动都是灵魂的作用啦。上帝，互咱有灵魂。 所以咱有迄个感动对对来，感动对你的目睭看到一百度的耳腔，听到好的音乐，食到好的好食只物件，哦，啊，有感受着即款物件时，阵你的头脑吸收的即个物件哦，对你的头脑中间呢，有一个感觉会传到你的心，我讲迄、那个叫做灵魂的作用，啊，迄、那个伫咱经言内底讲，迄、那个就叫做智慧啦。 所以智慧毋是你诶头脑安怎想，毋是，真正智慧是你诶心安怎感觉，迄个叫做智慧。啊，所以真正诶趣味是虾物？今日个圣经甲咱讲，真正诶趣味都是当你诶心会当感受到一个物件诶时阵，你诶智慧有伫增长，迄个就是真正诶趣味啊。 啊！所以我拄仔咧讲去到巴西，我啊能继续用即、這个、用即个机咧吼。我去到巴西去宣讲时，可能去坐真久吼，本来是咧我足忝诶吼。但是当日听到台湾人伫遐奋斗诶故事，我感动。吼、哦，所以即个感动著是一种智慧诶一个反应。我会感觉讲，哇，我即马坐十几点钟，大马咧爱人即邀请我去诶教会，讲迄个几十年前，因迄咧作善诶时。 对台湾坐船坐五十公，五十公去到遐，啊要 one way ticket。什么叫做 one way ticket？就是讲，迄无拍来回票啦，毋、喔、捌去过所在哦，啊有去呢，毋知影当时要倒来，所以无拍倒来票，规家起嘛坐车去，啊，去到遐，拍拼奋斗，若要建立教会，即嘛去建立新堂？伊，即个新堂伊即嘛去？ 足就五百个巴西人，唔是咱台湾人，是台湾人咧开个心人。伊足就巴西人，哇！你听了你也感动。我即马就来啊！我唔捌去过巴西。你那干那我要看水，你叫我去第二摆，我甲你讲说实。安尼听到好无？哦，迄一摆就好啊啦。迄我也未去进前吼，我即我朋友讲，啊，莫师傅，你捌去过巴西？我讲唔捌嘞。我讲你捌去說，我、哦、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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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，哎，啊，安、啊、那，我生毛伊讲啊，还可以啦，哦。 哎，去超去一摆就会使啦。若是一个人无有感动的时阵，敢若用你嘅身体要看水，咱讲实在，去一摆、去两摆，差不多啊啦，看过啊啦。你未想要搁再去啊？但是，当我去到巴西，看到当地台湾人伫遐所做嘅代志，我嘅心中有足侪感动。搁再来，我想着讲，哦，上帝几十年前来派台湾人来遮。 都是为着今仔日几十年后，欲用咱诶新学院去做就巴西人。哎呀，我若毋捌想过这個，所以我到即个年纪诶时阵，我去到遐，听着即个故事，我智慧搁较开阔去啊！哦，我以前毋捌想过有即个波，因为我以前个头脑拢是咱台湾人去读外国人诶新学院，因为咱外国人诶新学院是较好诶新学院，迄是我以前诶想法。 去到巴西了，哇！大家叫上帝甲他变过。讲哦，咱台湾人咧开诶新学院会当互外国人来读。而且即个新学院即嘛是巴西上盖好诶新学院。我忽然间嘛讲，啊、哦，咱台湾人来遮牛，哦，原来这是上帝另外一种使用台湾人诶方式哦。啊，你话智慧怎啊怎转开去啊，开窍啊，以前毋捌想过，以前想讲啊，咱开诶新学院无人要读啊。 咱家己人来读了啦吼，结果看到因的信仰因是，咱咧开互别人来读的时阵，我嘅智慧，因为这个经验转比拍开，借问，安尼有趣味无？足趣味。所以别人去巴西等，当、啊、然讲啊莫说你去巴西安怎？我讲啊，看风景是甲你看的同款啦，但是看到有一挂上帝对台湾人的教诲的诅咒，吼，迄个感动吼。 迄个是无法度通形容诶，所以人讲啊，你要要去无？未啊！你若拢看水，毋免去啊。你了解吼、哦？你若讲哇，你有去里约看耶稣山有有影壮观，啊边有一个叫做面包诶山，面包山，搁专业导游带阮去看的呢。迄、那個、风景，迄、那、真、個、经水。但是你讲为着要看迄个风景，叫我搁坐十几点钟、那个飞机，哎，飞机票吼，搁千六块美金咧。 一千六块美金是足贵个呢，一千六块美金就等于是差不多诶，得要五万块去啊呢。啊，你叫我开只坐钱，搁坐十几点钟，去啊？去看一个风景，我是在讲啊吼。我讲谢谢啦。啊，无啦，我说我甲你出钱，我嘛甲你讲谢谢啦，毋免啦，看过著好啦。哦、喔，你未想要去去啊？但是啥物叫做真正诶趣味？真正诶趣味是，你诶心受到感动嘛。你去嗰边诶乡亲，甲你感动着嘛？ 你叫上帝迄个奇妙的作为，你毋捌想过作为感动着嘛？所以当这个智慧吼，叫上帝给你拍开了后吼，人咧就讲：你要过来无？讲我要过来，我,說我,要,過來我要过来。啊！你拢看过，也来要过来，因为是真的人，互我感觉会感动。我要过来，我要带我囡来遮看。哦。 我要从我个镜头来讲，讲我互你看台湾三十年前是啥物情形，我传去巴西看就知。哦，去到巴拉圭看就知，迄只卖还佫有路边摊，迄就像是台湾三十年前。我无大假，我系演来讲台湾三十年前的生活，因为迄阵伊拢无看到嘛，囡仔还细汉嘛。我要倒位揣台湾三十年前，我伫巴西，即个圣保罗啦，吼，抑个即个巴拉圭吼，我伫遐揣着啊，迄就是三十年前个台湾啊。 迄种诶感动，是我想要去带我诶囝、带阮太太安尼吼，去去到遐，互因做伙有迄个感动。因为人生真正趣味，毋是咧生些物件，毋是咧看美丽诶风景。人生真正趣味，是你伫遐会当讲一寡故事。人生真正趣味，是互你去到遐，你诶心中会有某一寡感动。我想要带我诶囝仔去到遐，徛伫迄个土地。 迄个过去，几十年前，上帝带领台湾人伫遐建立迄间教会，我想要伫遐讲迄个故事，互外囡仔听。啊，即、這个甲我伫阮兜讲，啊，我用手机咧讲，无共款。我往卖带因去到遐，看到迄间教堂诶，麦去迄间教堂诶，麦去两项，一项叫做鸡卵，哦，一个叫做香菇、哦，哦，因为讲即间教堂著是阮迄阵台湾人来遮来遮拍平诶时阵，无钱啦，啊，拢做散诶啦。 啊,啊，都起鸡啊，吼、啊，啊生鸡卵安尼啦。啊阵我甲上帝讲，我要来建一个礼拜堂、啊。我讲我上帝足数啊，上帝真数，起、啊、鸡、啊啊、一直生鸡卵啦，吼，啊香菇一直补出来安尼啦，哦，啊巴西蘑菇啦，一直补出来。安尼讲我著是用安尼去卖掉，只有趁献即个礼拜堂，真、哦、感动，哦。最紧是咱人的心，这个是叫做真正嘅趣味。所以真正嘅趣味是听因咧讲故事。 真正的趣味是听迄个教会内底一个牧师，讲以前伫台湾咧做钢琴诶调音师，生理偌好偌好偌好，钱趁偌济偌济。啊，路尾上帝安怎样？真奇妙，因带去巴西。迄阵人叫伊去，伊讲我无爱去。人叫伊来美国，伊都无爱来啊！个那有可能去巴西？啊，足奇妙，上帝路尾甲带去巴西。佮再来伊诶人生有足大一个改变，啊，伊诶故事。 因为我咧听伊咧故事阵，我智慧搁得到开阔，所以你就感觉有趣味。啊，去到遐个听伊咧讲，讲哎，啊、我帮你来看，这个所在就是较早吼张大千，伊落尾住咧巴西阵，我落去因兜，我甲伊翕相。哦，我听咧讲这个故事的阵，我心中有种足奇妙的感觉。虽然这个故事跟我无关系，但是我会感动。啊，就叫做啥物？智慧。 最亲的朋友，你的智慧也无开吼，就算你去环游世界吼，你倒来敢若趁一个累尔，啊啊水啦，啊水，但是足忝诶，安尼俩，因为迄个毋是真正嘅趣味啦，真正嘅趣味是你去观光旅游诶时阵，你有听到一寡故事，哦，古早嘅故事，听到以前嘅人伫即块土地，伫因迄个土地安怎生活，哦，因安怎样伫奋斗。 你听听，你有感动。你倒下来以后，暗时咧困的时阵，迄个美丽风景出来，都要去配迄个故事，因为迄个物件，互你诶智慧，互你对上帝诶作为，互你对人类诶历史，互你对即个世间有一个更较深诶认识。安尼迄个叫做真正诶趣味。哦，所以朋友，你望咱透过看国 TV 诶节目诶时阵，吼，咱心中诶智慧得到开阔。哦，啊，你咧追求诶。 毋是外在身体上诶，啊、哦，金钱上诶，毋是，是他的精神上、灵魂上、智慧，安尼你诶人生著真正诶趣味啊！后集继續,续收看，多谢。